会细嚼慢咽，但是难咬。细嚼啊，对。慢慢挖。三百，四条三百，我刚去买两条，袂使。
聊天，既然你要聊什么，我什么都可以聊啊，对不对？浴池这边是嘉义，明天在赌城。他赌什么？七角五八。我不中了嘞。八至五百。我可以从内子宫聊到外太空。共和路十一号，每个礼拜四在这边，这边是每个礼拜四。谢谢啊。
会拢改变。现在落雨啊，无啥人啊。哎，小李怎么办？啊，无你刷迄位啊，你迄桌要走啊。哎呀，功夫啊！你用包？哎，你啊，哪里？哎呀，你要三百，要五百。啊，你去看这啊，看这。这贵不贵？啊，金华的呀。啊，我无千金的，我用看的，用恁看一看。要一份三百块。好不？好的。对啊，我一包两包拢会使，分两包一包。非常之重要。哎，是啥物啊？哎呀。你安尼卡单少啊？三百块。哦，好多水分呢。比较喜欢聊颜如玉。太贵了，好，贵都来猜。贵一头呀，四条三百。黄鱼啊？黄鱼只要一百块。啊，你三条。整身走。老人杀价好可爱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但是我只爱颜如玉啊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赚钱的方式都写在中华民国宪法刑法里面，对。但是是拿命换钱还是换刑期就自己选择。什么叫做钱够用就好？三百块了。我说钱够用就好的前提是，当你不用工作的时候，你的被动收入足以 cover 所有的开销的时候，那你真的就可以退休了。如果你的欲望不大的话，哎，哎呀，一块三百块啦，你不贵。什么？一块三百？哎，四千五百。真划算的。例如你一年的支出以100万来讲，那你的股票收入、哦、基金收入 OK 拜拜，然后各种的配息利息、哦、基金保险每年配回来的钱大于这个金额的话，那你就真的是可以准备退休了、我是说前提是欲望不大的话，有些人欲望很大啊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今年花100万，可是几年之后我可能我需要150万，哎、欸、那你就要再继续做部位上去了啊，继续煮你的那个煮你的基本盘，就像很多存股大户他们会怎样，哎、欸、每年配进来的配股配息啊、他们还是很省的花哦。有一对象。对。
一回啊。他们也是很省的花，然后配回来的本息，继续投入，继续存，这样子。两位一样，哎呀，这两位两百，这两位一样个四百个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欲望不一样啊，所以我才说什么叫钱够花，被动收入大于租。大于支出就可以了。阿丽的，你来都看我了。阿丽，你买啥？你买什么？我买贵位。贵什么？买贵价。例如现在 ETF 好了，我们讲6%，我们抓5%好了。你的分配额大概在5%，那你一年只要花50万的话，那你就是你投在 ETF 里面的钱大概要1000万嘛。5%来讲，哦，不行，要1200万左右，因为还有2%的那个二代健保费用，哦，对不对？会扣2%嘛。所以我们例如你放在 ETF 里面放了1200万，好，那你的欲望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那你可以准备退休了。啊，大家过吧。哎，还大家过吧。买哪几家嘞？啊，白家，白家。哎，我买在这。白带鱼瓜，我搞到了。白带鱼瓜，我买的。青菜八五得了。哎呀，我买。青菜八五好不好？好呀。青菜，青菜。多少鱼？以前都很爱喝手摇饮，现在都一直降了。现在是用 OA 了。现在红茶也自己泡，咖啡也自己手冲。没 OA 了，已经。然后茶叶跟咖啡的等级又相对的好，除非出去外面啊，出去外面我就没有办法哦。他有那个 Seven 的那个买一送一，我就可能一次买个20杯、40杯，他一杯平均起来20几块、30块，那我还可以接受。啊、至于什么，我、哦、一杯珍珠鲜奶要68，说真的，我那个我现在也喝不太下去。然后就算是星巴克，也顶多买一送一，偶尔买，偶尔喝一下而已。哎，那要找啊！400。最好笑的是吃的东西。我现在很少在外面吃，就是为什么很少在外面吃，不是说我舍不得花钱，而是有时候你花了钱之后会发现，干怎么这么难吃，你会花得很后悔，你知道吗？那不如自己煮。你们应该都有这种现象吧，出去买东西吃啊，然后钱花了，去跟那家拍价，可是还是得付钱啊，你会觉得花得很不值钱，很不值得。茶叶都从枕头拿出来泡，讲真话，不是泡泡了，泡个大哥继续泡啊那样。哎呀，都这样没话，那个龙头，外面去。赶紧喂，开到外不？没。你们都对，对不对？出去吃东西最烦的是钱花了，还觉得这么难吃，妈的，妈心来一点干胶，可是钱已经花了，好吧，还是把它吃完。好，然后想下次还回家自己煮哈。还有你们不是买2杯吗？别蒙了啦，你还蒙来蒙去，那也闹差别啦。没有啦，没有。你别吓我。三十一千块。
好一点。啊，这手机嘛，几两三五？这手机嘛，还几啊？竹东，竹东不会再去的啦，已经给那么多机会了。啊，不会啊，改动。你有机会有卖三三的吗？竹东不会再去了啦，已经那么多次了。有含片哦，跟阿龙老师有好关系。对啊。对啊。我儿子喜欢吃啊。套丢在哪？套丢不是在下面。那个。嗯。那个是根啊。哦，根啊，哎，老师根啊，我得了。然后加几下膏药。而且自己煮有好处，儿子说好吃还比较有成就感。嘿，今日落雨较无啦，今日就是天高一点。